重庆朗个爽，造价两个亿，普通人都能玩的大玩具，华夏神女三号。Love the chase and the hunt,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'm running.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, and I always give it one.去留言，该去看看我的总统套房。一房一厅一卫，无组灯设计本来就是酒店的标配。拉丝玫瑰金吊顶，让客厅暗香舒逸。往里就是小书房，万一重庆土拍有新动态，也可以在这里开一个视频会。开完会看看卧房，这儿空间不大，却能花前月下。独立小阳台，泡杯普洱茶，不被打扰的与李白穿越时光共赏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湿也练了，看看卫生间全系的日本脱脱卫浴，在浴缸里共情完大江东去，在分身乏术的当下适当的慢下来，真的有必要。其实从疫情之后，大家的生活都有了许多改变，小孩上网课，大人视频会，媳妇更是对着李佳琦买买买，很多活动都线上化，私藏的海外游记攻略也只能在家吃灰。曾经全世界都在不看好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和无数医护工作者的主动请缨选择逆行，更是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疫苗接种破十亿剂次，让暑期能让我们带着父母和小孩一边感受天伦之乐，一边体会三峡绚丽的自然之美。觉得我说的在理看得过瘾的小伙伴，别忘一键三连。我是余胖，让生活更有想象。